观潮涌，恐怖再现。Edmund Store 潘聪办馆正式开幕，各类生活百货、飲食、娱乐、消闲及实用课程一应俱全。在12月20日仲会举办圣诞群雄聚首 BBQ， 为2014年狂欢圣诞揭幕。即上 www.edmundstore.com 有买趁手，顺货到手。咁啊，另一单嘢咧就系我自己喺2003年发生嘅，即系2003年头啊。咁啊，我去一次嘅登台咧，我去一个好长途嘅登台，去咗呢个叫做潮汕嘅地方。咁啊，好可惜就系因为嗰次咧，我系因为佢连续嗰个场咧有5个歌手唱。連續有5個歌手，即係5晚。咁啊，因為咧由深圳去到即係潮汕地區，要成4.5个小时時間，來回9个小时。咁啊，基本上面嚟講咧，嗰、那個同一個司機咧，日日係咁樣揸咧，其實你已經好攰噶啦。咁啊，點知道去到我嗰度，啱啱我係壓軸最後一個。咁啊，我嗰日其實去到已經叫個司機話：你不如瞓覺咯，冇啊。佢話你瞓覺你唔好聽，佢話唔得，我中意聽你哋唱歌，一定要聽到我。佢話我呢條路好熟噶啦，我聽完之後，我翻到深圳先再瞓，冇事嘅，即係咁樣覺得。咁樣 OK， 咁我話咁我啲其實有少少擔心嘅。咁 OK， 咁啊唱完就即刻好啦。咁我哋因為我哋以前唱完就好中意即刻離開，我哋唔中意逗留喺嗰啲地方。咁好啦，咁啊即刻咁啊跳上車就走啦。咁樣我仲開車之前仲要問清楚佢，我話你。是不是真的得的？他說得的啦，你放心啦，4.5个小时回到深圳我才睡啦，你放心啦。 OK， 那就開始就駕車，那我就大安旨意我還在睡覺，怎知道就在睡到大概1个小时之後的事，1个小时突然之間我朦朦朧朧只是聽見到我的那個司機突然之間大喊，他說大件事啊，那我突然間一醒，當我望見開頭的時候，我的頭即是我的眼睛一望睁大的时候，我的 眼前只是看到一个货柜车的车尾直情向着我们的车的车头撞过来了已经。当然其实就是我们的车撞的个车，不是那个货车，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当时在我心里面已经讲得一个字，那个字就是叫做死了。这个字真的死了，因为我已经做到最坏的打算，因为一撞埋去就冇噶啦，系咯，即系咁大嘅冲力，系啊。咁但系当其时呢一个司机仲拼命喺度拯救呢部车，当其时佢就即刻去扭肽，一扭肽嘅时间大剂啦，因为咧当其时一扭肽咧，对头车就变咗去咗向住一个好黑嘅深坑冲紧落去，咁。當其時好驚好驚，已經衝落去嘅時間，我個腦裏邊已經完全係白曬㗎啦，已經我睇唔到任何嘢，我已經完全唔知道自己準備發生咩事。跟住佢再扭肽嘅時間，我哋淨係見到聽見砰撞完一邊，再砰撞咗另一邊，因為架車亦都扭咗去喺架車度，好似頭先所講對頭車，但係撞埋個膊裏邊。到最尾嘅時候停咗喺度，停咗喺車嗰個路中間嘅情況底下。那個另外一個的朋友那個 agent 就已經出來的時間，他已經大聲說了，賢哥快點走啊，當時我是呆了的，我當時沒有想過任何東西，他一手一撐撐我出來的時候，那車砰一個大那些灰狗那些旅遊巴就向著我們部車撞過來，砰吃了進去了，整架車散了，是 total loss， 一架嘅即係好名貴嘅房車，仲係好新落地咗唔夠一個禮拜嘅大房車冇咗。但係奇怪嘅事就係、成件事發生咗之後，居然車上邊嘅3个人完全毫無受損，一滴血都冇流過，冇流過，咁犀利。當其時我哋都好 surprise 嘅情況底下，我當其時我係冇諗過，我一路過咗成個課程，我然後翻到屋企，然後我攬住我媽，我先至開始識喊。我當其時我已經係即係直情係 collapse， 即係崩潰啊！哇，直情係一秒之差，生死時速嚟嘅啫喎，就係咁樣啦。咁啊，當其時我係拗頭咁嘅情況底下，喂，好不可思議喎！架車 total loss， 點解你一個人？3个人都冇事喎、後來咧就有一個好朋友嘅時候，我阿媽就比較迷信啲嘅，咁佢就揾咗一個嘅神婆話俾我哋聽，佢就話其實係你個仔一路以嚟嘅，佢話係觀音救咗
你個仔，佢亦都救埋同車三個人。哦，你哋係信觀音嘅？因為我自細都有拜觀音呢樣嘢，咁我估唔到即係觀音居然會喺嗰段時間顯靈。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不可思議嘅情況底下，即係我覺得唔係一個靈異，但係一個好不可思議嘅事情發生喺我身上。因為我到而家為止，我都講俾好多人聽話，架車 total loss， 點解個人會冇事？同埋你係真係嗰一秒鐘可以走得出喎，係啊，呢個緊要嗰個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嗰個朋友，你知道我身形係幾大嘅，我嗰個 agent 咧係好突然之間突如其來，佢直情喺我面前就係話，然哥快走，佢就一手喺我嗰、那個，我當其時仲呆曬嘅，因為已經撞咗停喺路中間，我都唔知發生咩事，佢一手就請我出車。你頭先睇到嘅只係恐怖在線部分嘅精華片段嚟嘅啫，想睇曬説話好簡單，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30登入去 admin.com 就睇曬全部嘅節目，係免費噶。但係你都可以啦，自己 download 下載，幾時睇咪幾時睇啦。咁呢個咧就是一個月費啦，聲音嘅$25，睇埋視像嘅就$35，任君選擇嘅。只要登入去 admin.com 揾到個付款方法咧，你就知點樣俾錢噶啦，好簡單。有 PayPal 啦、支付寶啦、銀行入數，甚至乎上嚟我哋太古仁孚7樓俾錢都係可以噶，唔好諗咁多啦，即刻行動！